操，跑跳操也叫有氧耐力训练，它是我们健美操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。跑跳操它对我们的心肺功能有特别的好处，并且还能起到减肥的作用。跑跳操它的时间大约也是为20分钟左右。跑跳操它有它严格的规范的这个动作要领，比如说在跑跳的时候呼吸要很均匀，不能憋气，不能憋着气跑，呼吸要很均匀，自己想着三步一呼或者两步一呼，自己要掌握的比较好。再一点呢，就是跑跳的时候要注意尽量整个脚掌着地，整个脚掌着地，并且膝关节微微的弯曲，因为它下肢受力很重，并且要坚持20分钟，所以呢要整个脚掌着地，膝关节微微弯曲，这样那它能够承受身体的自然的缓冲。并且还有一点，就是要特别注意自己鞋子的质量，运动鞋的质量，这样它能够起到保护你的脚、踝关节、腿的作用。在跑跳操的时候还有一点，就是说不要背上思想包袱，觉得20分钟这么长的时间，这样会不会很累啊，应该很轻松的觉得自己是在锻炼，是在玩，保持一种向上的精神，并且保持面带微笑，这样很轻松，我们就能够坚持下来。好，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跑跳操。Thank you.
快！啊啊！